你疯了！若姐姐都不肯信，在这后宫之中，还有谁能信？婉嫔出言无状，朕岂能容你？臣妾没有。宋王蓬莱州闭门思过，皇上最恨贪官污吏，没想到竟贪到后宫来了，贱人！你竟敢出卖本宫！阿妃，你做什么？锦人宫岂容你放肆？ 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后宫甄嬛传。